盖我会撕掉，撕掉我会跌倒。你好，我是狸猫。然后这集是我的生日特辑，可是其实我原本不知道生日要拍什么东西，直到我现在人在冲绳，我想说可以为自己唱生日快乐歌，然后切蛋糕这样。只单纯唱歌的话会有点无聊，所以我买了这个东西。变身瓦斯，听说它可以变身，我原本是想要带回去台湾，然后拍那个猫奴急诊室用的，我们输的人可以喷一下，然后再继续讲话。可是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它没办法带回台湾，空气罐，所以我就决定在那边把它用完。啊，先欢迎我的蛋糕出场，我蛋糕。可是他没有附盘子给我，所以我等一下用手剥的。Hello。开了，来喽！要唱生日快乐歌给我自己。看怎么越来越开了。他叫我先吸气，然后吐气，然后再吸这个，把鼻子憋住。喂，你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有变呢，哎，我又变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声音大概维持大概两三秒而已，我再试试看。可是我吸进去的时候会是。好像不能吐。喂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讲话怎么会变？又好了，都有一种凉凉的感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要吃蛋糕咯。好，祝我今年40岁生日快乐。喂，是没了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是喷太多了吗？大家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按个赞，然后订阅一下咯。期望我下一个50岁可以跟大家一起过，拜拜。忘记许愿了，我来许愿。第一个愿望是希望猫咪都健健康康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每天都吃得饱，每天都睡得好，下雨不要跌倒。第三个愿望，50岁生日快乐！那40岁，点一下左上角的订阅钮，订阅钮，订阅钮。